完这档之后呢，你去把它打开来看，你会发现它是一个16进位的一个档案，啊，16进位的档案。那其实它就是把你那个点的位置哈，把它算出来，编成16进位。那三张图就会有三排，啊，第三张是空白的，所以都是零这样，啊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档案存好，啊，自己可能再列个对照表，说这是什么图，这是什么图这样。以后要存取就存用就会比较方便。那汇入一样，如果你是今天是新的表，你从旁边你要汇入的话，直接点汇入，然后就会选你那一个图形档就好。就这个，就把它直接汇入就可以了，那图就会跑回来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扩充的方式。好，这个是补充的部分，给各位参考。然后，因为它是那个文字档哈，它可以增删嘛哈，所以如果你要做大量的图形的时候，就可以让小朋友分工合作。到时候绘出来之后，你再做整理，啊，绘出来再做整理，可以做合作的学习。然后因为它有八个点乘八个点，所以其实简单的中文字你可以还是可以用图形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。好，简单的中文字还是可以用图形的方式把它点出来。好，就比如说学校的校名啊，那个常会用到啊，然后班级学生的名字啊。这些模组哈，大部分都可以混用啊，都可以混用，只要你的接脚够用啊，其实那些模组接在一起都可以使用啊，你可以加个超音波啊，加个什么都可以。昨天讲过，所有的按钮都可以一起接上来哈。所以 Arduino 的自由度其实非常的大，哦，它是应该是所有开放硬体教学里面最简单，应该不是说最简单的，最多元的哈。那你 MicroBit 就比较没那么好扩充。好，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？图形的LED 的部分，
所以如果你要做很多的图案，你就把图案分配给小朋友，小朋友各自去点，啊，点完之后他会存一个文字档，你再把那个文字档拿起来，复制贴过来，就大家全部都做好同一个，就做好一个档案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讲下一个。好，请各位把超音波拿出来。好，超音波就是有两颗大大眼睛，像瓦力的那种，瓦力的眼睛。这个。那超音波哈，你在外面买的到的最多的大概就是这个型号 SR04 啊，所以你随便买的话应该都是这个型号，应该不会买错的哈。那另外它还有那个 U016 跟其他的型号。那如果你有自己还有在玩那个 Microbit 的话，你最好买那个 SR04P 的样子，有一个 P。啊，那个 P 是3.3伏跟5伏共用的，所以它也可以使用。啊，这个 SR0 是应该也可以用的哈，三伏特它应该也可以使用。好，那它有四只接脚哈，那它的 V 跟 G 是分开的啊，分开的，所以你接脚等一下接的时候就要线就要错开来接，啊，因为它不是同一家公司开发的。哎，我不能切画面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这个 SR04 哈，它的 V 跟 G 它通常是分开的哈，每一家做的那个接脚位置都不同哈。那 SR04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接哈，那所以它的 V 跟 G 等一下我们在那个板子上线可能要分开接，因为我们的板子没有特别为超音波做一个接脚。好，然后这个 trigger 跟 echo 就是它把讯号打出去，从trigger 打出去，然后从 echo 接收回来，然后他去算那个时间差，就知道说你的物体距离多远。好，啊，这是它里面的原理。那我们不管它，我们只要知道有四只接脚，然后有两只是讯号的接脚。好，那所以在我们的板子上，好，板子上呢 ，V 跟 G 哈，就随便你接啊，只要有红色跟黑色的 V 跟 G 都可以接，但是它的那个 trigger 跟 echo 这上面都没有嘛哈，啊没有也不用背，好，我们一样是看积木，好，所以你把刚刚的 scratch 积木更多积木这里哈点一下，然后在这边往下找会找到超音波，好，这边 SR04 超音波哈，那这里。这里哈，距离它叫做距离感测器 SR04， 你把这个积木拉出来，好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接脚是接哪里。好，那这两个也都是数位接脚，所以
如果你的这两只街角被用掉的话，你就可以自己设定，但是你的线就要接到那里去，这样了解哈。好，那我们如果不改它的街角，我就是 trigger 要接在 D10， echo 要接在11，那也就是说，我就接在 trigger 那个 trig 接在10，然后 echo 接在11，然后 v 接在这里 ，g 接在这里都可以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那个线就要岔开来接哈、哦，请各位接一下接脚。啊，一样，那个线先拔掉哦，哈、哦。啊，那个可以拔掉 ，LED 可以拔掉，好、哦，矩阵 LED 可以拔掉。哎，接着也可以的哈、哦，但是如果有共用到接脚，你就要把它错开。这后面今天讲到这几种模组都不是一般通用模组嘛，那所以它的接角你都要特别看一下。那通用模组的话，大概就是三只脚的那个是最简单的，那个很多哈，很多种。那个我们买模组的时候有几种模组比较容易坏，像那个超音波跟红外线 B 站红外线这两种模组，就我们教学的经验里面，这两种模组比较容易坏，因为他们的电路设计没有那个反向保护装置，所以超音波你在接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电源不要接错，电源接错会烧掉，超音波会坏掉，红外线也是，这两个模组特别容易坏，所以电源千万不要接错，V 跟 G 不要接颠倒。好，那接好之后继续哦。好，接好之后我们要把那个 transformer 我们改回来，好，所以一样 switch 关掉。